最近温差好大，会冻亲啊！温差大是处暑的特征，它是一个由夏转秋的节气，但是天气又未到真正意义上的秋凉。处暑民间俗称秋老虎，有时蛮横霸道，高温破纪录，有时又无影无踪，好像老虎一样捉摸不透。关于处暑，最常听到的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凉。没错，下一句就是十场秋雨要穿棉。虽然这个时间降温不是很冷，但是澳门近20年来最冷的处暑只有 22.2 度，比较清凉。所以秋老虎都要注意好保暖啊。